有三級制，其實反而我覺得係我哋一係有舉報，一係有唔報，即係兩級。嗱，舉報之中咧，我自己分咗兩種，我自己覺得就係第一種係嚴重嘅，就應該去警直接去警，即係打三條手警署，或者係報案法。第二級咧，我覺得係應該係社署。嗱，因為有分別嘅，係嘛？因為那個執法嗰陣時，嗰陣時其實刑事執法部門，因為係社署係一個相對嚟講，我哋都係冇社署，但係好多時候咧，諮詢嗰個個案嘅啫，佢未去到告過。咁但係喺呢個法例底下，我覺得社署嘅同係辛苦嘅，因為而家社工人手一樣少，但佢一定要有一個專隊去應接我哋學校爆胎啊！